向你索取，却不曾说谢谢你，直到长大以后才懂得你不容易。每次离开总是装作轻松的样子，微笑着说回去吧，转身泪湿眼底。多想和从前一样牵你温暖手掌，可是你不在我身旁，托清风捎去安康。时光时光慢些吧，长大大概也就是你这个年龄。高考前几个月，有一天我爸突然跟我说他生病了，要去动手术。他当时给我的状态是他可能不知道自己还能有多久。刚才那首歌当中的很多歌词其实都打在我心里，我希望我可以是他的骄傲，所以我现在做很多事情我都告诉他们，告诉自己，我要做一个好的主持人。不是说我的梦想是做一个好的主持人，因为如果我不出来做这份工作，我拿什么给他们更好的生活？真的让我妈妈到了五六十岁再一个人去撑着吗？
我累的时候我不出来谁出来？你的未来也一样，兄弟，很多人的生活都会一样，生活不是一帆风顺的，生活会给我们一下又一下的冲击，能撑住的只有我们自己，对吗？对，所以必须得坚强，必须得坚强。对，除了坚强没有别的办法。今天有一个人一直在现场看着，他也在你的表演环节当中参与了。嗯，让我们也欢迎一下欧阳娜娜。今天有一个人一直在现场看着，他也在你的表演环节当中参与了。嗯，让我们也欢迎一下欧阳娜娜。好，你好，特别棒，谢谢。欢迎娜娜啊！我第一次看涛哥这么感性，对。娜娜刚才也整个都听到了小热的故事了，对，非常感动。我觉得刚刚他走出那个时光隧道，他说他觉得他失败了，但是我觉得他没有失败，我觉得你成功的特别好。他爸爸给他竖起的那个大拇指，当下你就已经成功了。谢谢。我相信。爸爸一定会在天上支持你，而且今天过后我也会支持你。其实这个舞台对于娜娜来说一点都不陌生，对不对？对，不是很陌生。94年前我在这个舞台上也演出过，那个时候的梦想可能是希望可以成为一个很厉害的大提琴家，现在不一样了，现在希望可以用音乐去感染别人，用音乐去分享给我爱和爱我的人，就像我们两个，可能这就是我们上天给我们的一个使命，就是不管是用什么乐器，但都要用音乐去感动所有人，这是我们两个的使命，我能感觉得到。对，用音乐带给人更多的温暖，温暖带给这个社会更多的感动，带给自己更多的力量。对，我觉得我也有很多地方向你学习，因为我是男人，所以我们比女人应该更勇敢一些，坚强一些，更多一份责任和担当。对对 对, 对，好，我们再次祝福小热，也谢谢欧阳娜娜，谢谢。